刚副歌已经跳几遍了？我们现在已经跳大概迈向二十几遍，应该往三十遍去迈进。我是觉得导演是不是有点误会了一些事情？他不是觉得我们还二十几岁？因为你知道很累，会有一个撞墙期，突破那个撞墙期之后，就会开始发神经病。Yeah，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刚跳到一半，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稍微有感觉疲惫。而且刚刚牛奶问了我一句话，是我刚问了什么？他说下辈子要不要学乐器？下辈子要当五月天，不要当 Energy。风灿传媒 FTNN 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风灿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，衷心祝福生日快乐，健康吃百里，也期许风灿传媒不断突破创新，善用新媒体新力量，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最后祝福工作同仁万事如意，阖家安康。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，感谢有你。